大家好，我是奈迪，今天要来讲上衣简单的改成背心。先把衣服呢翻到反面，拿出剪刀，沿着车线边开始剪。尽量呢，靠在边边剪掉袖子。剪到结合处的时候呢，要剪成三角形。而剪下的袖子呢，不要丢掉，留着以后别件衣服袖子破掉时，可替换上去。现在呢，缝缝呢，我要来车固定。那我们就是把缝缝呢，把它剥平，然后车在缝缝上面。照这样子呢，车一圈。袖子结合处的三角形呢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往下折。然后车过去，这个地方比较不太好车一点，但就是尽量把它车好。好，
车螯线头把它剪掉。那如果你刚刚就是缝缝没剪好跑出来的地方呢，就是拿剪刀把它修掉。这所以这也是我说为什么要靠在车线边剪，就是怕缝缝会跑出来。车螯就翻回正面。好，那绣圈的地方呢，再整烫一下就好了。